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藤原不卖豆腐。今天是两天一夜的踩点行程，那今天是第二天，人还在台中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会去车友 Simon 开着假乡小吃店去车友那边吃中午，在那边用餐。昨天的我们的行程呢，几乎也是都是从北一路到台中这边，从台北啊、新竹啊，走东势，接着就是去埔里，然后日月潭，然后再就是吉吉的方向，沿路就这样扫点，扫到这边，在 Simon 车友那边吃完午餐呢，就要回程北上了。那今天呢，回程的时候呢，就继续踩点喽。好，就先这样子啊，我们现在来去吃饭喽，Let's g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藤原不爱豆腐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假乡小吃。今天呢，虽然是礼拜天，他没超感谢的，因为他今天特别为我们聚餐，然后去煮东西给我们吃。假乡小吃的老板就是我们 GoGo 的车友，他叫 Simon 哥。好，那现在就在我的身后呢，很努力、很用心的在煮我们中午要吃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喽。哦，来，特地的哦。好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Simon 哥，跟镜头 say hello。 对，等一下要吃一下他煮的东西，不好吃可以讲了，好吃就要是要捧场一下哦。好，那我身后呢，这边有来自各地方的车友，对，小楼，那这个后面我叫不住啊，好，撑死啊，对，那个叫小燕，好，这就是大文，然后这一位是玉琪，好，应该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有啊，有啊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这边哇，超多东西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我们接着就要一起用餐了，好，拜拜了。如果你喜欢豆腐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。好，准备吗？照着练呢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哦。准备哦，三二。如果你喜欢豆腐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。按赞小铃铛，我还是念错了。记得订阅分享。对，我就想干换一个。哎，我就不信你们没有一个讲的。好，准备三二。如果你喜欢豆腐的影片，记得分享按赞。你们就知道 YouTube 不好做了嘛。虽然我们没有做 YouTube， 我们来玩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哦。怎么办了？我也要看字稿啊。看你看。好，准备哦，来三二。如果你喜欢豆腐的影片，记得分享按小铃铛哦。订阅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没关系啊。为什么要订阅都没有我想到。三二。如果你喜欢豆腐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哦。好，再慢一点。好。好，准备哦。小腹，说小腹，你的肚子挺出来吗？好，准备哦。好。现在就真的这样看不到啦。